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8集。今天来给大家做 SS86 号 RC 这款玩具。那么呢，先前我有提到说，这款 RC 它是 IDW 这一款的模具家具做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根本上来说呢，它的变动的幅度呢，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新模具了。所以呢，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去研究分析过这个模具，直接只是看这个合会啊什么的，就看照片就下定论了。我也口模了一回所以这一期的话呢，就要惩罚自己一下，对，只好稍微把自己这一期弄得比较不正经一点平常太正经了，这一期处罚自己不正经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86号其实也出了好几款玩具，可能只剩下几个恐龙还没出完吧。哎，这么说好像还是会有很多可以出了Anyway，那么这一次的 RC 的话呢，我认为是还不赖的玩具了和会很漂亮，这个莉亚公主的发型啊，星际大战的这个莉亚公主的发型，然后这个插图，哇，这个真的是很好看，对不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了这个侧边这个插图之后，立刻打手枪的主意，对不对？这个枪真的是帅，如果官方出一把这个手枪的话呢？这个等比例大小的话呢，我一定会买这个枪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期呢，主要还是讲变形金刚玩具所以就别打手枪的主意了。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最让人觉得，头痛的部分呢，可能就两个吧。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面料，我就先不说可能有人会喜欢。第一个是它这个手这个形状就感觉，因为它是一个女角了，所以就感觉这个女角，然后你一直这个虎口，你到底等着想要握什么东西呢？这个做的不是很优雅，我觉得不够秀气，毕竟是个女角吧你可能可不可以再把它做的秀气一点？再来是她的这个小腿后面偷胶，其实小腿后面偷胶或者是大腿里内侧偷胶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呢，毕竟呢你是一个。讲究是一个女角，而且呢，为了保持腿型、身形的尽可能的保持人类女性姿态，所以你这些地方呢不参与变形，不把它拆解开来，我可以忍受。那你就要维持住它的一个曲线那你这个小腿后面这里是等于是缺了一块这个小腿这样就不漂亮了我们再对比一下好了，这个是先前的 IDW 时代这个小腿后面，是挖了个小洞，但至少它这个圆弧形是有出来，对不对？很久以前，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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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台湾有一部这个漫画，是台湾的漫画家林正德画的一部漫画，叫《Young Guns》，这个很老的一个漫画了。这《Young Guns》里头呢，曾经有一段台词就是这个里头有一个男生评论一个妹子的小腿。说这个小腿是女人身材的缩影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小腿如果胖，这个妹子一定是胖的；如果小腿好看，那这个妹子的身材一定是好的。结果你这个是空的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形容，这非常可惜啦。真的你，其实你很多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呢，它就是缺了一点，缺了一点点的一个，就缺了一点点的一个线条的美感这个。以我最近的这个副业的来看，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对一个偷交可以嘴炮嘴这么久的啦。你就我应该我已经讲这个后面的，你跟我讲了几分钟了，你就知道我多痛恨他这个小腿后面这个偷交尽管他不应该是什么很要命的缺点，而且应该大家习以为常，甚至是一个正版的一个标签。但是我现在就是忍不住，我就是一定要再多提他几次那好吧，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是地球崛起还是这个，还是那个我 Kingdom 我已经忘记，反正就是 War for Cybertron 三部曲的这个 RC。然后呢，我直接三个放在一块以人形来说的话，以人物的形态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最好看。先前的这一款，它的髋部呢，因为参与变形的关系，它这里是有一个髋部的一个关节是可以往外面扩大的当然，如果你是喜欢安产型的妹子，那这个没有话讲。这个你喜欢下半身就是比较敦厚的，当然你就可能会觉得这个 OK。那么先这一款的话呢，则是它的这个机械感觉太多，线条呢
圆润度呢相对来讲比较少，小腿后面一样有空洞，它是我不知道这算优点还是缺点啊。总而言之呢，它这个背包应该要收进去啊，这个应该是要收进去。OK， 这一款它就是背包可以拆掉，维持这样露出一个臀部，可是呢，这个毕竟把这个背包拆掉是属于拆解变形。那其实我们如果再把它翻到后面来看，你会发现呢，从2014年的 IDW 的 RC 到现在为止啊，等于是 RC 的模具，它这个背包的问题呢一直都没有解决。那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个拆掉，那是让你踩在脚下。这个我个人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很大的进步了啊。然后三个的配色呢，哎，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这一次这个 RC 有一点点的，就是像葡萄的那种紫色啊什么，有一点点，那也不算难看，也不算难看啊。那以反正来说呢，啊，先前这款 Wolf Cybertron 的这个粉色呢，反而是最鲜亮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很好看啊，因为，反而显得有那么一点廉价的感觉。那眼珠子的话呢，这一款的眼珠子反而是最大的啊，眼睛的比例来说。对，这一款脸最尖最长，但是也太瘦了太尖了，这感觉 Photoshop P 图 P 过头的感觉。那这一次的面雕，我觉得这两个的面雕呢其实差不多。那这一次的话，顶多吧就是这个口红上的太深紫色吧，所以又稍微有点不协调而已，不然其实这一款各方面平均来说真的是很不赖的。然后再来我们比较一下这个胸型好了，其实这一次的胸型跟 ITW 这款胸型很接近，我当时一定是因为看胸部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模具，我肯定是被胸部给迷惑了。但是呢，睿智如各位呢，相信不会跟我一样肤浅，你看看这两个的胸部就不一样，所以我当时没有误以为他们是同模啊，对吧？用胸部来做判断。那么武器啊，这一次的话，哎，可以扣在这个大腿的侧边，完全就是一个可以拔枪的一个感觉。那左右手都可以握持武器。那它的配件的话呢，就是真的就是只有这一把枪而已。那我们就顺便提一下，以当年的 IDW 的话，有一把两把枪，后面还有两把大剑。然后我记得，这样就够多了。你看，以配件来说的话，也是不如当年。但是这一次的话，就是体型，它的腿啊，真的是修长好看。那各方面来说，卖相还是不错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360度转动没有问题，二头肌也可以转动啊，手肘可以转动，手腕不能转比较可惜。这一次的话呢，这个手可以转到这么多，那这个可以做出一个，像是在这个做什么，就是通讯的一个感觉，还蛮不赖的。而且它的一个腰转的位置呢，在这里啊，不像先前的话是比较偏上面吧。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先前的话是。哦，不对，现在这个是没有腰转的，然后这个有，比较偏上方。好，那主要还是这个腿啦，然后关节的紧实度啊，这一次很好哦，你这样子掰折它还是能够经得起我们去折磨它的啊。所以这一次的 RC 呢，原谅我先前呢完全错以为它是相同的模具了啊。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环节了啊。那我们的变形的话呢，先把这个身体啊这个地方给掏出来，整个的给往下面拉下去无所谓，然后呢，这个部件往上掏，整个往前面提上去，头的话呢，把它往内缩进去，这个部件往前面扣上来，它的变形很直觉的啊，没有什么难点的。然后后面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就是把它给解开，啊，这个地方，啊，先把这个地方给翻出去，这个地方，啊，这里先打开。翻出，然后这里有一块小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整个都翻出去。然后这里的话呢，还有一块部件，那我们先把它呢也给翻出去。翻的时候，它这个翻这里的话啊，对，腰部要去那180度。翻的时候，这块部件往外翻出去。那这里的话呢，可能会用到一点塑胶的韧性吧。我感觉我是硬把它给掰出去的。那你可以把它推得更到位一点，再把它给掰出去啊。这个，推出去了。但他的手啊是往上塞到这个空隙里头，这个给放进去。那放进去之后啊，那这个手唯一参与变形就是他有一个卡扣要扣在他的肩膀侧边，这里把它给推进去。这个手伸进去也是要有点技巧的啊，
好，然后呢，它这个手啊，这里这个侧面有个凸，要扣进手肩膀侧面有个洞啊，记得把它给咬合咬进去。好，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就是往前面放下去，然后转的时候转成这样，要把这个凸，等一下要扣进这里，这样往前侧面转过来合并。其实不用，两脚没有合并了，两脚没有合并。然后这个地方往后面推啊，它这里是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白色一个凸，它要扣进这里，肚子有个洞，嗯哼，然后这里组合起来之后啊，这里，然后把它扣进去，然后尽量的把它往上压，往上提。那这个 RC 的86年的 RC 这个变形呢，就算 OK 了。枪的话呢，就是扣在这里啊，扣在这，扣在靠近裆部的地方，它就是这个，就是直接这个握柄的地方给压下去。好，到这里啊，这个位置看起来很尴尬啊，难怪 RC 啊，某些设定作品都是男的，对吧？然后这个看上去好像底盘很多突出，很危险，但其实它的推车是非常顺的啊，了不起的顺，非常非常非常的 OK 啊，女性角色这个车子推起来就是一个舒服啊。那我的话呢，就直接把它这个的话呢，啊，这个的话呢是这个同一个模具啊，这是日版的吧？还是啊五人包的版本吧？那是比较啊粉色系还是日版？我反正我忘记了。那我们直接做个简单的对比好了。那以车形态来讲的话，如果把这个武器都拆掉，其实先前的 IDW 的版本比较漂亮，至少啊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镂空啊，里头可以看到手。那先前的话呢也是一样，但是看到是腿。啊，那以镂空的程度来讲的话呢，先前的 IDW 的版本是比较优秀的。那我们从侧边来看啊，你看这个地方露出来的轮胎的部分，我个人是觉得轮胎露出来多一点，看上去比较科幻感了，比较炫啊。但是这个可能是 IDW 风格，那这两者当然是就毕竟它的一个设定的可能原本的人物设定造型就不一样啊，所以也没有说啊好看，只是单纯审美的问题，并不是说它的车型做的不好。那它的变形啊，其实就是很简单，然后这一次的做工真的是不赖啊，卡扣啊什么的扣上去是蛮舒服的，推移啊什么的都是蛮 OK。 那可能会有一些小色差，但是妹子身上有色差不是很正常嘛，对不对？人家有时候会穿女装啊，干嘛晒到太阳，南北半球颜色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那么总而言之这款86的 RC 呢，算是我一开始呢严重低估了啊，这款做的还相当可以，而且可以称得上的新模具了。因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形的结构呢，是不同的啊。先前就是两腿掰开啊，然后腿是往两侧伸上去，那手的话先前是往下摆，这一次是往上推啊，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虽然背包都是一样把人盖住就是了。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